Hello，各位六年级的同学们好，又是我啦，李正光。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是国文的尔玛哈曼塞利玛 ，OK， 就是塞拜的理解你的巴哈加 A 哦。请问你们已经拿好你们的书了吗？那你们都已经做好了吗？如果已经做好了呢，我们就开始讨论啦。Soalan satu hingga lapan, isi tempat kosong dengan jawapan yang paling sesuai. Okay. Soalan satu, berdasarkan gambar di bawah. Okay. 所以要看的是这个图片，然后回答的问题。Ibu meletakkan beberapa isi cempedak di dalam pinggan itu untuk digoreng nanti. 的意思说，妈妈放了几个cempedak的果肉在盘里面，准备要拿去炸。有吃过cempedak goreng吗？cempedak goreng 呢，就好像那个pisang goreng一样，他们会dicelup tepung，就是说他们会沾在那个已经泡好了的那个粉，OK， 然后拿去炸。Okay, 像香蕉大这样子，所以重点就是怎么大，所以你的本周都比两个应该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先来看 A BG BG 是什么意思呢？ BG 就是粒或者是个， OK， 粒或者是个，那么通常用在哪里呢？ BG biasanya digunakan untuk benda yang bulat， OK， 或者是jenis buah 这样子的，像水果之类的，然后圆的，我们可以用 BG。通常我们可以讲的是啊 telur, apple, bola 等等。Okay, B butir, butir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粒个或者是一颗。通常我们是用在哪里呢？ butir 呢，我们会用在比较小个的东西。Okay, 所以呢？我们通常会用在 money 就是好像珠子 ，OK， 珍珠、珠子，然后 batu permata 就是钻石 ，OK， batu permata diamond， 或者是 padi sebutir padi， OK， 就是一些比较小个的呢，我们都是用 butir。那么接下来 ul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果瓣，就是说水果的 ，OK， 所以表示你要digunakan。untuk isi buah-buahan， OK， 通常什么水果会有好像果瓣这样子的呢？就是有 manggis， manggis 看到吗？你打开上去的时候呢，它就有很多个白色、白色、白色的，有很多个果瓣，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在 ulas。还有呢，就是现在是什么季节？就是榴莲的季节，榴莲也是你打开了之后呢，它有很多个果瓣，对吗？所以是可以用在durian，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在哪里呢？就是可以用在 nangka， OK， nangka 就是菠萝蜜了， OK， jackfruit。所以呢，也是一样，你打开的时候还是有这样子的， OK。所以它的 nangka 的好朋友是谁呢？ nangka 是有那个字的，就是有胶质的， OK。但是呢，这个呢，他的好朋友是谁？就是可能这个图片的这个了。Cempedak， nangka 是不可以拿来炸的哦。Cempedak 呢是可以拿来炸的。Cempedak 呢，它的肉会比较软 ；nangka 呢，它的肉会比较 Q 一点。OK， 然后呢，它们的长相呢差不多一样，但是 nangka 呢，其实还会有比较大个，它比 Cempedak 大个。OK。然后它们的香呢是不一样的， okay， 所以cempedak呢它会比较香，如果你是能接受它的味道，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味道，你会觉得很臭的， OK。 然后接下来 buah 呢， buah 是什么意思呢？ buah 就是一本、一间、一张、一两或者是一座， OK， 通常会用在哪里呢？会用在 benda yang bentuknya atau jenisnya yang tidak tentu，意思说我们可以用在一个很大个的东西没有固定的形状啊，所以我们可以用的是 buah。 比如说 sebuah buku 就是一本书，
sebuah rumah 就是一间屋子 sebuah hospital OK 然后可以用在的是说建筑物方面我们可以用 buah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在家是 sebuah kerusi sebuah meja OK sebuah sofa OK 家私然后可以用在交通工具就是 transportation sebuah kereta helicopter kapal terbang 我们都是用 buah那么在这里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它的答案了对不对所以是用在哪里呢就是 the ulas berbeda 就是说你要讲的是 beberapa ulas isi berbeda 答案就是 D OK 有问题吗同学们如果没有我们继续看第二题哦第二题 orang murid didenda oleh guru kerana tidak memakai lencana冷扎那是什么呢就是校徽没有穿校徽的同学呢就被老师惩罚你等的所以应该是有怎样去形容那些没有戴校徽的人呢就是你要讲 segala 吗 segala 是什么意思呢 segala 呢就是用在什么 tiada yang dikecualikan 到就是说没有一个被排除的就是全部一切所有 OK 可以用吗可以用在 segala 吗 segala orang murid 可以吗通常 segala 呢我们会用在哪里呢可能是 segala penat 的啦一切的辛苦、啊、这是 segala 的用法你可以用 beberapa 吗 beberapa 的意思说 bilangan yang banyak serta tertentu jumlahnya 就是好几个意思 beberapa然后 seluruh 吗你可以用 seluruh 吗 seluruh 就是全部或者是所有啦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全部 OK seluruh 就是全部等校的所有学生所有学生都没有带校徽有可能吗 OK 或者是 setengah setengah 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seperdua 就是一半 setengah 的意思是一半 seperdua 的意思就是二分之一有可能是全校的二分之一都没有带校徽吗 OK 所以呢在这里呢可以讲的答案就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几个人而已是被老师惩罚因为没有带校徽所以答案是 beberapa 哦答案就是 B beberapa orang murid didenda OK 可以明白吗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三题Soalan tiga berdasarkan gambar di bawah. Saya akan lihat tupian. Okay. Saya dan kakak yang baju-baju di dalam bakul itu sambil berbuah-buah di ruang tamu. 就是我和姐姐在做什么这些衣服 okay. 这些衣服都是收了放在篮子对吗然后我们在做什么动作呢 sambil berbuah-buah 就是一边跟姐姐谈天所以他其实在做什么呢就是要看的是这一个 mermintao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baju 所以你要看的是这两个人的动作那他妈的手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看 A A 呢 mermintao mermintao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黏或者是绑就是用在线的或者是呢可以用在胶戳还是边呢是用在绳子记得如果你们看到 mermintao 的字呢通常我们会用在线或者是绳子可能是 memintal benang memintal tali 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变成绳子 OK memintal、okay. 接下来呢 B 呢我们会用在哪里呢 menggulung menggulung 的意思说卷 OK 卷起或者是混对吗就是说我们会用在哪里呢我们会用在比如说那个东西很大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就好像草席menggulung tikar 对吗我们把草席卷起来卷起来的时候好像变成一个 roll 这样子叫menggulung 可以讲menggulung或者是你可以讲的是、妈妈在准备做那个popia的时候menggulung popia就是把它很大块的东西我们卷起来像一个 roll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在menggulung OK然后接下来呢它也是可以用在街你看到它卖一个街吗还是一咕隆一咕隆的 OK 所以接下来的 C 就是 melilit melilit 是什么意思呢
Melide 就是绕在，就是缠绕着。Okay? 所以你可以讲的是什么呢？你可以讲的是绳子啊，或者是那些那些植物，它 Melide 就是说就好像黄瓜这样，对吗？它是会爬在那个当你种黄瓜的时候，你会放一个柱子，对不对？还是葡萄，你会放一个柱子，然后它就跟着那个柱子绕着，然后就增长上去。OK， 所以这个动作呢叫做 Melide， 就是绕在或者是缠绕着。OK， 叫做 Melide。接下来第 D 的呢是叫什么呢？就是 Melibat，Melibat 什么意思呢？就是折或者叠。OK， 那这一题最适合的答案是什么呢？同学们，就是 D Melibat 在折衣服。OK。有问题吗？我们继续看第四题哦。第四题 Suasana di bilik mesyuarat agak semak kerana masing-masing tidak mahu bertoleransi， 就是说大家都不想让、okay? 不想忍让，就说我总之我的对就是对了，总之我的 idea 就是对了，不会妥协、okay? tidak mahu bertoleransi 也是可以说是不让对方或是不妥协， OK， 不想要妥协。所以他们在开会，就是在会议室的时候，大家都不想要妥协，大家都觉得大家的 idea 是好的， OK。 所以变成使到整个环境是变成怎样呢？我们来看看 A 呢就是 the gang， the gang 呢可以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状况就变成很紧张，好像拉紧紧绷的意思，也是出硬。OK， 在这里可以讲的是，如果是紧张呢，就可以讲到气氛变成非常的紧张，或是拉紧的话呢，拉紧的话要怎样讲呢？拉紧通常你会用在哪里呢？可能是可以讲到是电线，你们有听过遇热会膨胀，遇冷后会收缩的这个道理呢，就可以讲在哪里呢？就是可以讲到那个电线，你有看到吗？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电线是好像很松的状况？为什么呢？啊，因为当它就是它运用了这个原理，就是热会膨胀，冷会收缩的，所以它就要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当它热的时候，当它会膨胀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把那个电线扯断，所以呢，你可以讲的是什么呢？各位要打理过呢，我们就可以讲它的杠 ，OK， 的杠是拉紧 ，OK。然后如果呢，是可以讲到这个粗硬，你可以用在哪里呢？你可以讲的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线 ，right，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神经线。当你没有做运动的时候，你的 right 呢就会变成的杠。哇，就是全身的好像很紧绷这样，所以你们就会做什么呢？你们会去找那个按摩师帮你松弛一下你们的筋，对吗？啊，这个的杠也是可以用在这个乌软，就是你的筋骨那边。OK， 乌软的杠 apabila tidak bersenam。OK，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B hambar， hambar 的意思是什么呢？ hambar 乳癌啊，不是 hambar 那个乳，不是那个乳啊。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淡而无味，或者是冷淡。 OK， 淡而无味就是说没有 rasa， tiada rasa， 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冷淡呢是要讲在哪里呢？就是要讲到的是感情的方面， hambar。 OK， 可能你之前跟他很好很好 best friend， 可是最近大家的感情变成很冷淡了。Okay, 你可以讲 perhubungan menjadi semakin hambar。 Okay, 如果你讲 perhubungan menjadi semakin tegang， 就是说大家的友情呢已经不如往日那么好了。 OK， 接下来 C remus， remus 呢就是很不安或者是忧虑的状态。 Okay, remus 就是非常的有点烦恼，很不安，很忧虑，很担心。可能哥哥还没回来，妈妈就很 remas 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是 reduk， reduk 呢我们可以讲的是天气或者是一个人的情绪。 OK，
所以如果讲的天气呢，就是阴沉的天气 ，OK， hari ini， 或是抓扎抓扎 hari ini sangat redup， 就是好像要下雨这样子，这样 redup， 阴天。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讲是当一个人失神的时候，可能在想其他东西，他的心情就好像 redup， 像 cloudy 一样 ，OK。所以在这里呢，要讲的是大家因为不要忍让呢，所以呢，整个情况变成怎样呢？就是变成非常的紧绷，哎，气氛很紧绷。所以答案就是 A 的嘎，有对吗？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题。第五题呢 ，kejadian tanah runtuh itu dipercayai。Berpuncak hakisan tanah di kawasan bukit itu. Okay, kejadian tanah runtuh 的意思呢，就是土崩。土崩dipercayai就是说相信是发生是源自哪里呢？所以这边一个就是berpuncak嘛，对吗？然后hakisan tanah di kawasan bukit itu. 为什么会发生hakisan tanah呢？hakisan tanah 的意思说土地的侵着，就像土着的作用这样子。Okay.要在你的手去摸到，这样你的手会附着的嘛？所以这个是达纳，哈基山达纳就是说土地的侵着。怎样会发生哈基山达纳呢？通常就是因为下大雨啊，那个地方又没有树木啊，所以那些土地呢很容易就被泥土冲，是很容易就被雨水冲走，所以呢才会发生达纳鲁斗的。OK。所以在这边呢，它给你提问就是 berpuncak。那么我们来看先它的选择答案 ，A 呢 ，dari 呢就是从或者是来自，你会用在哪里呢？就是时间跟地点，就是 berasal dari Pulau Pinang， 我来自槟城 ，OK， 或者是 dari pagi bekerja dari pagi hingga malam 这样子啊，所以是时间和地点 ，OK。或者是呢，你可以讲的是，如果你讲的是时间，那你可以讲的是天啊，对吗？啊 ，saya mula bekerja di syarikat itu sejak dari 什么 ？OK， tahun lepas 就是去年开始啊 ，OK。所以可以用的是，dari 就是时间性和地点的地方，然后呢？daripada， 那你可以讲的是什么呢？你可以讲的就是从嘛，对吗？或者是呢，你可以讲的是什么呢？还有四个东西你可以用 daripada。 第一个就是用在人的方面，就是说 menerima hadiah daripada Ali， OK， 当你听到 menerima 就是 daripada， OK， daripada Ali 就是人哦。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用在的是 sumber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源自 ，OK。比如说你讲 meja ini berbuat daripada kayu jati， OK。然后第三你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做 perbandingan 就是做比较 ，OK。做比较呢，就是说可能讲哦 ，abang lebih tinggi daripada。Ali 就是说我的哥哥呢是比 Ali 高 ，OK。Saya lebih cantik 就是我比较漂亮，就是做比较的意思 ，OK。Perbandingan， 所以你会用到的是 kata adjective， lebih cantik daripada， lebih tinggi daripada， lebih kurus daripada， OK， lebih cerdik daripada， 这样子的所有的是跟 kata adjective 的 ，OK。然后呢，接下来呢，你是可以讲的是好像 bahagian 的 ，OK。你可以讲是什么呢 ？OK， saya telah makan dua bahagian daripada cake itu， 就是说我已经吃了那个蛋糕的两份，就是说那个蛋糕的多少呢？就是可能如果那个蛋糕是切成八块的话，那你吃了两份的是什么？那你就吃了八分之二，所以你可以用的是 daripada， OK， 啊，或者是 saya telah minum separuh daripada air。dalam botol itu ok 我已经喝了一半 ok daripada 那个水整个水罐的一半我已经喝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用的是 daripada ok 就是用在 bahagian 的 ok 是之意思 ok 可以吗？所以四个东西，一个就是人，然后 sumber
perbandingan, 还有 bahagia。 然后 pada 呢， pada 你可以用在哪里呢？ pada 你可以用在的就是时间，对吗？ pada hari Sabtu， pada pukul 5， 对不对？ OK， 或者是呢，你可以用在的是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是要贴着哦。pada dinding， 你比如说 gambar itu digantung pada dinding， pada papan pernyataan， 就是要贴着这个在它上面，那我们就可以用 pada。 OK， 还有一个其实用在人的，有这个字 ada， buku saya ada pada Ali。 OK， 就是说 ada 的后面呢我们就用 pada， ada pada Ali。 OK，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oleh。Oleh 呢通常是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就是 kata passive。 OK， 就是说前面会有 imbuhan di 的 dimakan oleh Ali， dimakan oleh Ali 这样的，就是用 oleh， disebabkan oleh 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要讲的是原因嘛， berpunca，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哪一个呢？ berpunca dari pada。所以答案就是 B， 有对吗？ OK， 我们继续看第六题。第六题就是 pihak sekolah akan menjalankan semua fungsi tentang case bully sebelum mengambil tindakan。 pihak sekolah 的意思就是校方，校方会进行什么呢？啊，在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校方会进行什么？ mengambil tindakan 就是采取行动， case bully 就是霸凌。 OK， 可能语言霸凌啊，肢体上霸凌啊， OK 等等， case bully 就是霸凌事件。所以校方会进行什么？在还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之前，他会进行 gaji selidik 吗？Gaji selidik 呢，就是什么意思呢？ Gaji selidik 就是研究，它会进行研究吗？对，你想想看，它会进行研究吗？ Gaji selidik 就是研究，就是说可能科学家或是谁， OK， scientist 们jalankan gaji selidik 就是要研究咯。 OK， Gaji selidik 就是研究那个东西，或者是你要做一个生意啊，你是要做一些大的事情，你要得到一些 data， 做一些，你要拿到一些，像比如说数据，你才可以进行任何的，做任何的生意。比如说你要卖冰淇淋，你是要做一些大的事情，你要怎样怎样啊？然后接下来。你觉得校方会进行估计干净吗？估计干净的意思就是实验，会进行实验吗？拿个学生拿来估计看看，会吗？就是会不会进行实验呢？通常是谁会进行实验？就是 scientist 会进行实验，做实验，干净一点做。然后会进行 soal siasat 吗？ soal siasat 就是调查，会去调查。 OK，对吗？是调查吗？会先调查了才采取行动吗？ OK， 通常是谁会做这个调查呢？通常可能是警察啊，还是会用到的是调查，因为刚好发生了某件事情啊，所以他一定要去调查前因后果。然后接下来 soal selidik， soal selidik 就是问卷。 OK， 啊，问卷就是说要想要得到人家的意见，好像去做一个 survey form。 OK， 比如说你要卖冰淇淋，你就是要做什么 survey form 呢？你就是要问人家一下，你认为什么口味啊最受欢迎，你想要吃什么样的口味，这样子你才可以卖的口味是符合大众的啊。所以说 our selling 那通常就是问卷。 OK， 所以在这个霸凌 case bully 的方面呢，你觉得哪一个答案会是最适合的呢？对，校方会进行什么在采取行动之前？所以答案就是 C， 所以就进行的是调查。OK，
在第七题 ，Kakak bekerja di syarikat itu sebagai semua untuk mendapat pekerjaan yang lebih baik nanti， 所以他会先暂时在这个公司做工，为了要什么得到更好的工作，对吗？所以他应该要用的是哪一个？Simpulan bahasa呢 ？OK， 所以他是暂时在这个公司 A 先做工，因为为了要得到更好的工作哦，他可能先暂时做这做这做这的，找到更好的工作就把去做另外一件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他是想要表达的是哪一个呢？我们来看看答案。Batu loncatan， batu loncat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踏脚石或者是手段。OK， batu loncatan， 你说什么是 loncat 啊？ loncat 就是跳。OK， 跳 loncatan。OK， 所以 batu loncatan 的意思是什么呢？同学们，它的国语的意思就是。sesuatu yang digunakan untuk mencapai sesuatu tujuan， OK， 它就是用一些东西为了要达到任一个目的，为了要达到任何的一个目的， OK， 它就是做了一些东西是为了要达到某些目的，所以就是 batu loncatan， OK。 接下来 beralih angin， beralih angi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某个地方以增广见闻，意思说他是 bertukar tempat， 换一个地方，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了要增广见闻，是，可能是 B 吗？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C， batu api， batu api 的意思是什么呢？ batu api 就是煽动者，就是崩哈术的意思。崩哈术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三个人 ABC， 那么 B 呢是巴图阿比的意思，说他就会去煽动人家，他就去跟 A 讲，你知道吗 C 哦，他是这样讲你的嘞，真的是不应该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讲的，对吗？在后面跟人家讲你是这样子的啊，他应该当面跟你讲吗？有什么东西的话你应该跟你讲，然后叫你改嘛，而不是去跟别人讲。所以 B 就是这样子跟 A 这样子讲， OK， 结果呢他又跑去跟 C 讲，他讲，哎，你知道吗 A 哦，他在人家背后啊，在你的背后啊，这样子讲你啊，这样子讲。所以结果呢 A 跟 C 都听到了 B 这样子讲之后呢，他们就会怎样？会很生气，然后就会翻脸，对吗？所以这个 B 的动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本哈术，就是要让人家不和啊，要使人家吵架，所以叫做 batu api， OK， batu api。然后呢 ，D 呢 ？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bulat hati。bulat hati 的意思是什么呢？ bulat hati 的意思就是一心一意的意思，就是 ikhlas atau tetap hati， OK， 非常的虔诚，一心一意。所以呢，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姐姐先暂时做一个工，这个工作是为了要得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就是 batu loncatan， 所以是踏脚石，所以答案就是 A。有明白吗，同学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题。Ibu menegur sikap Liket yang seperti kerana suka membuat kerja separuh jalan， 就是说妈妈呢就讲了这个 Liket 的性格，为什么他妈妈要去劝他或者去训他呢？不够，因为他喜欢做东西 separuh jalan， 就是做工做一半的，OK， 是做东西做到半路不了，就是说因为 Liket 呢本身喜欢半途而废， OK， 所以呢他的妈妈就训了他一顿， OK。 所以我们先来讲到底哪一
个呢是最适合的 peribahasa 来形容语言的性格。A. melepaskan batu di tangga 的意思是什么呢？的意思就是说 membuat sesuatu kerja tetapi tidak sampai selesai， 或者是 membuat sesuatu kerja tidak bersungguh-sungguh。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一件事情他是没有做完 OK， 那或者是可以是马马虎虎做事没有尽心尽力，就是把它发发动一档嘎，或者是华文的谚语可以学习轮流出翔一件人下来 OK。 然后呢B. menatang minyak yang penuh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memelihara atau menjaga anak dengan penuh kasih sayang， 就是说他全心全意的去疼爱照顾他的孩子 OK。 C. tikus membaiki labu 的意思是什么呢？的意思就是 hendak membetulkan barang yang tidakakhirnya semakin rusak， 就是说他想要去把那些他不懂的东西去做好，他想要把它做好，但是呢因为他不懂嘛，他乱乱做乱乱做了之后越来越糟糕，就好像比如说他要去修理电视机，可是他对电视机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就这边螺丝拆那边螺丝拆拆拆拆到最后原本其实那个电视机没有这么严重的 OK， 给他这样子做法呢，结果那个电视机要报废了 OK， 就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不能完全不能救了 OK， 就要买新的，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弄巧反拙 OK。 D. abu di atas tunggu OK， abu di atas tunggu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kedudukan atau pekerjaan yang tidak tetapBila-bila boleh dipecat OK， 的意思说他的工作呢是不稳定的，随时都会被炒鱿鱼的 OK， 所以呢就是说他职业地位或情况不稳定，随时可能会有啊，就是如果讲职业的话呢，就是可能他随时会被炒鱿鱼，就是被人家 fire， 你不用来做工了，这样子的就是不稳定的。Abu di atas tunggu， 你知道 tunggu 是什么吗？ tunggu 就是说那个好像树木嘛，对吗？树木呢它是被砍之后它还有在那个下面的 tunggu 咯，然后 abu 就是那个灰在那边 OK， 随时那个灰会怎样呢 OK， 如果大风吹了那个灰就飞走了，所以就是说非常危险这样子 OK。 所以在第八题的呢，所以你觉得答案会是哪一个呢？妈妈妈哈，因为他做事都是做一半不了哦，做半路不了 OK， 所以答案就是 A， 做一个事情没有做好，是没有把干巴度打嘎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题，第九题呢就是冰度马索格高瓦山一度高瓦的那个大我的地方 OK，就是说这个要进去这个地方的这个门呢被警察管得很严很紧 OK， 警察管得很紧很严，就好像是在 MCO 这样不可以出冰岛对吗？我们要出从这个冰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警察有做什么呢？ roadblock OK 对吗？ roadblock 盯得很紧很严，所以呢这个大呢可以是这边所以他要的就是什么呢？安多尼，安多尼就是反义词。什么反义词？紧的反义词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lembut， lembut 的意思就是软或者是柔软 ，OK。然后接下来 longgar， longgar 的意思是什么呢 ？longgar 是宽大或者是很松。renggang， renggang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疏远或者是稀疏 OK。 然后 germas， germas 的意思是整齐或者是有条理 OK。 所以最适合的答案紧的反义词是什么呢？紧的反义
思就是松啊 ，OK。还是我们先看 lembut 的反义词。lembut 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lembut 的反义词就是 keras， 就是硬 ，OK。longgar 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longgar 的反义词是 ketat， 很紧。renggang 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 rapat， 是疏远的，所以是 rapat， OK， 很 close。kemas 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 kusut， OK。所以答案就是 B， longgar。的反义词就是更大 ，OK？ 有问题吗？有问题请在下面留言哦。第十题 ，kawasan yang kotor ini mudah penyakit demam dengue serta penyakit yang lain merebak, OK？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十题。Kawasan yang kotor ini mudah penyakit demam dengue serta penyakit yang lain merebak。他讲这个很肮脏的地方呢，是很容易让什么病 ？demam dengue 的意思说普通热症 ，OK， 是那个叫什么病？黑斑蚊所引起的这个病。他讲或者是其他的疾病。会怎样呢 ？merebak， merebak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蔓延，蔓延或者是传染，是 OK， 会让其他的病都很容易的蔓延传染出去。OK， 所以他叫你选的是 perkataan 答案 synonym 就是同义词，来自 merebak。在这边呢，他就给你四个选择，看看 mengembang 的意思是什么呢？mengembang 就是扩大 ，OK， 扩大就是 menjadi besar 变成大 ，mengembang， OK， 然后呢 ，menjangkit 是什么意思呢 ？menjangkit 就是从一个人搬到另外一个人去 ，OK， berpindah kepada seseorang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传染或者是蔓延，就是从一个人传染给另外一个人，叫做 menjangkit。Okay. 接下来 C 蒙蒂亚，蒙蒂亚的意思就是繁殖 ，OK， 繁殖就是说变得越来越多喽 ，OK， 繁殖。接下来 Menular 的意思是什么呢 ？Menular 的意思就是传染 ，OK。所以在这边呢，你们相信可以看到答案，对不对？答案呢是没有错，它给你们的答案就是。OK， 那给你们的答案是 B， 但是呢，其实 B 也是可以是同义词一样的。你们 junket 啊 ，mereba 什么？如果你们有去看《盗墓笔记》啊，如果找 junket 呢，它也是有写到 mula 的。如果你去找 mereba 呢，它也是有写到 junket 和 mula 的。所以其实 B 也是对的。所以在这一题呢，啊 ，B 跟 D 都是对的。OK，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第十一题。那我们还没有看第十一题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十题，对不对？同学们，你们这十题对了多少题呢？啊，所以现在呢，你们要不要先喝一口水，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十题了。OK， 好，我们来看第十一题哟。Pilih ayat yang。menggunakan perkataan bergaris dengan betul，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划线的字哪一个是用的正确。这个呢就是 reda， OK， 所以 reda 呢它其实有两个读音，一个是 reda， 是 reda。在这边呢，如果是 reda 呢，是什么意思呢？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就是当风暴。等至于变平息的暖和了，我们就用 reda。 然后呢，或者是还可以是当一个人的愤怒发热或病情减退了暖和了，我们就用 reda。 我们可以用这个，然后还是可以意思是减少了或者是减轻了或者是消退了，这个就是 reda。 OK，
那么如果就是 radar 呢 ？rada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遇到很多挫折，他已经是坦然了，就会面对了，他已经可以接受了。OK， 所以呢，我们就用 radar。OK， 所以我们看第一 ，kami pun terus pulang ke rumah sebab sahaja hujan sudah。reda， OK， 这边是 reda， 所以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雨变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回家。就是说本来是倾盆大雨嘛，可能雨就开始慢慢的啊减退了， OK， 就是慢慢的平息了。那么他们就回家，所以第一是对吗？是对的哦。第二。Tangisan adik belum reda, walaupun ibu memujuknya, 就是说妈妈已经安慰弟弟了，但是还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对吗？这个对不对呢？是对的，是这边还要讲的是这一点情绪没有任何的暖和，就是对的。然后接下来呢 ，air sungai ini semakin reda pada musim kemarau。Musim kemarau 就是干旱，就是旱灾的时候。那么河水呢越来越怎样 ？Reda 用的对吗？水是不对的，应该是什么跟输入？就是说，河水越来越少呢，就是说要用的是输入，输入就是减少了水。OK， 就是水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早就是退了输入 ，OK。然后第四 ，suasana ketika itu agak reda kerana masing-masing tidak mahu bertolak ansur， 跟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状况是怎样呢？非常的紧绷，因为大家都不要互相忍让 ，OK。所以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tegang，刚才已经讲过了，对吗？所以第十一题的答案呢会是哪一个呢？就是 1 跟 2， 所以答案就是 A。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二题 Pilih ayat yang sama maksud dengan ayat yang diberikan。 Sharina menegur Lila supaya tidak bersikap kasar terhadap orang tua。 的意思是说 Sharina 呢他就劝这个 Lila，劝莉拉呢不要对老人家动粗，一定不是要打大叔，要对老人家那么粗鲁 ，OK， 就是暴力等等，不是要打大。所以呢，小莉娜就好心的劝莉拉。所以我们看哪一个是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呢 ？A， orang tua dan Sharina ditegur， 也就是说那个老人家跟 Sharina 被劝，对吗？是吗 ？OK， kerana bersikap kasar terhadap Lila， 就是说他们两个欺负这个 Lila 啦，是不正确的，看到吗？orang tua和 Sharina 的结果是不正确的，这个 Lila 也是倒反的，不正确，所以 A 是错的。B， Lila ditegur oleh Sharina agar tidak bersikap kasar terhadap orang tua， 就是说 Lila 呢被 Sharina 劝不要对老人家动粗。对吗？其实是对的哦，这一个靠近的这个意思，靠近。我们看 C， Lila dan Sharina ditegur oleh orang tua kerana bersikap kasar。OK， 所以是 Lila 跟 Sharina 被训，因为对老人家没有礼貌，bersikap kasar 是对老人家没有礼貌，动粗。所以呢，对吗？是不对的，是 Lila 而已，不是 Sharina。OK， D。Bersikap kasar terhadap orang tua menyebabkan Lila ditegur， OK， 对吗？所以 B 跟 D 呢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 D 呢，它跟这个上面的题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都没有讲到 Lila 是被谁劝、被谁训，所以他这边呢少了一些东西， OK， 所以答案最适合的就是 B。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去十三。Soalan 13 pilih jawapan yang paling sesuai bagi ayat tanya yang diberikan。
OK， 它的答案就是 berapakah jualan kutipan yang diperoleh semasa jualan amal itu， OK， 在那个他问你 berapakah 是多少， jumlah kutipan 是大家拿到了多少呢， jualan amal 是什么意思， jualan amal 就是好像义卖会这样子， OK， 义卖会jualan amal 拿到了多少呢，所以他是问的是 berapakah， 所以你一定要讲的是一个数字，对吗？他问多少？所以我们看 A， jualan amal itu dapat dilaksanakan dengan baik， 对吗？他讲的是 dilaksanakan， 我进行的非常好。他有讲到这个 berapakah 的问题吗？有，所以 A 是错的。然后看 B， saya kurang pasti jumlah kutipan yang diperoleh， 所以他有讲。我不是很确定，不让发现中浪的一半有好像有达到哦，这里有讲到的中浪的一半，这里是有，没关系，我们去看 B， jualan amal itu mendapat sambutan yang baik， 这里是说这个义卖会呢得到很好的反应啊，大家都给 support， 大家都很支持这个义卖会， OK。所以对吗？他根本都没有达到 berapakah， 也是不大正确哦。我们来看 D， 就是什么 jualan habis semasa jualan amal itu， 就是说全部卖的东西在那个义卖会卖到完。他有没有讲到 jumlah kutipan ini？ 有讲到他们总共得到多少吗？没有哦。所以呢 ，D 也是不大正确。所以答案最正确的就是 B。OK， 我们继续看第十四题。Bila ayat tanya yang sesuai bagi jawaban yang diberi， 就是说在这边你们需要回答的是哪一个是疑问句是最正确的。Kita harus mengurangkan pengambilan makanan yang berlemak agar hidup sihat。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减少有脂肪的食物，为什么呢？为了要让我们活得健康。所以在这边的重点看到吗？是什么字呢？就是 agar 这个字了。 OK， 所以 agar 呢，通常我们会怎样问这个 agar 呢？还记得我们的乌拉山的 technique 苏嘎吗？所以 agar 的话你通常会问的是 mengapakah， 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来看pilihan jawaban， mengapakah kita harus mengurangkan pengambilan makanan yang berlemak，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有正确吗这个题目？ OK， 没关系，我们去看看。B 是问 apakah 哦， apakah yang boleh menjadikan kita hidup sihat， 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正确哦，因为他这里的爱就讲是 agar。 C， bagaimanakah kita dapat hidup sihat， 怎样？我在问你方法，有吗？你讲方法吗？ OK， D， bilakah kita perlu untuk mengambil makanan berlemak， 我们只是要吃无脂肪的食物，有讲时间吗？所以最适合的答案是 A， mengapakah， 所以是答了这个 agar， OK， 所以答案是 A。 好，来，有任何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去看第15题。 Soalan 15 dan 16， 就是要 pilih ayat yang betul， 就是15跟16题呢都是要找哪一个句子是正确的。我是度 kedua orang anak Puan Mina menetap diSingapura， 还记得kedua吗？ kedua 就是第二，第二个孩子，对吗？ kedua orang 哦，那其实要讲的是什么？关于那个两个儿子，两个孩子都是住在新加坡，他两个儿子都是，两个儿子都是呢，就要用什么呢？就要用的是kedua-dua， OK， 所以是kedua-dua。kedua-dua 呢才是正确的答案，不可以 kedua 是第二， OK， 还要讲是两个都是。然后第二， berbagai activity yang menarik diadakan sepanjang bulan kemerdekaan， 有趣的
在哪里进行呢？就是在这个 Kemerdekaan 的时候，就是国庆日的时候举办。OK， 所以这一句有问题吗？好像没有什么语病哦。我们来看第三 ，Setiap murid harus mematuhi peraturan sekolah yang ditetapkan， 就是每一位学生都要遵守校方所规定的规则，有错吗？这一句好像也没有错误哦。OK， 我们看第四。Semua peserta-peserta camp ini harus berkumpul di gelanggang badminton sekolah. 的意思说，所有参加这个camp， 可能是生活营等等的 camp， 还是制服团体的 camp 露营 ，OK， 都要在这个羽毛球场集合。gelanggang badminton 就是学校的羽毛球场集合。Berkumpul 就是集合。那么答案正确吗？这一个句子 ，semua peserta peserta 哦，对吗？所以在这里呢，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这个 peserta peserta。但是在这里呢，你们有可以选择两个写法。其实你可以选择写的是 semua peserta 是所有参赛者参加的人 ，OK？ 或者是你可以写 peserta peserta。因为 peserta peserta 代表是全部了的所有，那什么又是所有？所有所有参赛者是这样吗？所以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写而已。你如果你想要用什么，就是什么 peserta。如果你想要用 peserta peserta， 你就不要用的是什么 ，OK？ 选一个用而已。所以第十五题正确的答案就是二和三。那二和三就是 B。Boy. OK， 同学们，你们都记得了吗？我们来看第十六题哦。OK， 第十六题。A. Pemandangan di waktu petang sungguh indah， 等于说下午的风景很美。OK。对对吗？它这边用法对不对呢？水是对不对？这个答案 ，D waktu petang 哦，水是不正确的，所以应该是什么 ？waktu petang 已经过了，它是时间，对吗？所以要用的是什么呢？要用的是 pada waktu petang。B Kamal sudah menampau notis pada papan kenyataan， 对吗？把通告贴在布告板上，对不对？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哦。我们看 C， laporan tahunan kelab ada kepada Jaya， 还记得讲的是 ada 吗？ ada 应该要用哪一个呢？应该要用的就是 pada 才对，所以这个 kepada 是不正确的哦。Okay, D. Kraf tangan ini mahal kerana dibuat dengan kayu meranti. 他讲这个 kraf tangan 很贵，是因为他用了这个 kayu meranti 是其中一个很贵的这个树来的啊，懂吗？因为呢，这个树呢，它需要很多年才能砍啊，所以它的价格非凡。所以呢，是 dibuat dengan 吗？所以 dibuat 呢是要用什么呢？应该是要用的是 daripada。 OK， 所以在这里第十六题的正确的答案就是 B boy。 OK， 如果你们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第十七题到第二十题，就是 perdekan。Baca petikan di bawah, kemudian jawab soalan-soalan yang berikutnya. Okay? Terumbu karang ialah kehidupan yang unik kerana menjadi tempat pembiakan ikan yang penting dalam sistem ekologi di dasar laut. Terumbu karang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礁。Okay? 它讲是一个非常的是什么呢？terumbu karang 就是terumbu karang 就是说礁呢，它是作用什么呢？ terumbu karang 就是它通常呢是有包含的那些石头啊，那些沙，然后有一些的
珊瑚，所以呢它是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鱼在那边繁殖的一个地方， OK， 它是在海底的。Kawasan terumbu karang adalah titik bermulanya rantaian makanan hidupan laut itu sesuai dengan kawasan kawasan terumbu karang. OK， 这变成的开始就是什么开始呢？啊，他讲 titik bermulanya rantaian makanan， rantaian makanan 的意思是食物链，他讲它就是第一个开始的，所以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生产者 ，OK， 高瓦山德鲁布嘎让，因为高瓦山德鲁布嘎让呢，就是会包含的有这个珊瑚嘛，对吗？有这个海藻啊、珊瑚啊，所以呢，就是说它就是生产者咯，就是绿色的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呢，就是第一个，还记得吗？哦，可能你们还没有学到十遍。连的一个就是生产者 ，OK。所以呢 ，menurut kajian pakar marine, OK, kira-kira marine, kira-kira 50% daripada ikan yang ditangkap di negara ini adalah di kawasan terumbu karang. Kajian, 根据啊这个 pakar marine 呢，就是说，它讲有50%的鱼都是在这一个地方抓到的 ，OK。因为这边就是居住的嘛，他们在那边繁殖啊，在那边生活的地方，所以有50%的那些鱼都是会去找到在哪里去抓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kawasan terumbu karang。OK， kini tetapi kini terumbu karang semakin terancam dan musnah， 但是最近呢，还是被破坏了。那么它为什么会被？破坏了呢这个地方 ，OK， 下一段就讲了。Kegiatan manusia adalah faktor utama berlakunya ancaman dan kemusnahan terhadap terumbu karang. Terumbu karang英文是叫 reef， OK。所以这个呢，他讲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人类又做了什么活动来破坏它们呢？就是 kemusnahannya disebabkan tumpahan minyak dari kapal serta pembuangan bahan toksik ke dalam laut.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OK， 就是 tumpahan minyak 就是那个油啊 ，OK， 油呢就他们漏那些船啊，漏把那些油排出在海里 ，OK， 还有呢就是把那些不要的toxic。丢进海里 ，OK， 本王啊，把toxic， 把那些有毒啦、有危害啦的东西都丢进海里，所以是其中一个原因。Selain itu, berbagai kegiatan rekreasi yang tidak terkawal turut mengancam terumbu karang. 而且还有一些是 kegiatan rekreasi 的 ，OK， 也是会破坏了这个terumbu karang。Kegiatan rekreasi， rekreasi 就是休闲的活动啊，可能有人啊一直去潜水，去破坏了这些terumbu karang。OK， 接下来 ada pihak yang tidak bertanggung jawab menggunakan bahan letupan dan bahan kimia untuk menangkap ikan。有一些人呢，他们为了要捕捉那些鱼呢，他们会用什么？bahan letupan 就是那个爆炸的东西，去爆炸，让它那个鱼全部死掉，然后就被打。或者是bahan kimia 就是化学 ，OK， 化学的去抓鱼。Hal ini menyalahi undang-undang, tetapi kegiatannya masih berlaku secara berleluasa。他讲这件事情呢，用那些易爆物啊去抓鱼，而用那些化学物去抓鱼呢，虽然这件事情那是犯法啦，是非法的活动，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的没有受控制的，还是一直发生 ,OK, 还是一直发生。然后还是有讲到 ada pelancong atau penyelam yang mengambil terumbu karang untuk dijadikan hiasan dalam aquarium。就是说他讲有游客本来这种本业那不是那个潜水员，他们去潜水嘛，因为 recreation 的
妈妈去那边旅行啊，去看那些孩子的东西，他们不只是看哦，他们还拿啊，就是把那些的龙骨干拿回去。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很美嘛，有珊瑚啊，有那些好像草原的东西，他就去拿。拿了之后嘛，拿了可能家里有羊嘛，他拿了就放在他的鱼缸里面，哇，很美哦，呀散懂吗？装饰品，哇。所以这一件事情也会造成这个德鲁古嘎让越来越早去了啊，绝种了啊。OK， 哥加蛋因为阿干们先报干德鲁古嘎让不顾 ，OK， 它就会造成那些珊瑚啊，那个水里面啊。啊、的植物啊也是减少了咯 ，OK， 所以是要举动咯。你把干不是这样。Oleh sebab itu, kawasan terumbu karang perlu dipulihara, OK? Pulihara 为什么是讲 pulihara 呢？就是因为它已经受到危害了，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它，要去恢复它 ，OK？ 所以是 pulihara。啊，如果是它还没有。它我们想要保护它还没有受危害，那我们就想恢复它了。可是这个是因为它已经受到危害了，我们要恢复它，所以我们就用 dipulihara。OK， sekiranya terumbu karang tidak dijaga, tangkapan ikan di laut semakin kurang pada masa hadapan。他讲如果它继续破坏下去，也没有人去照顾它，所以以后呢，鱼呢会越来越少，因为繁殖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地方。Okay. 然后 pengistiharan beberapa kawasan sebagai taman rizab laut, kawasan larangan perikanan dan kawasan tukun tiruan adalah usaha untuk mengurangkan ancaman terhadap terumbu karang. 就是说哈，政府啊，因为为了要保护这些terumbu karang，他们就有宣布了。有几个地方是备受保护的，对吗？大曼瑞加，然后就是啊，个保留区这样子，海的保留区，所以任何的活动不可以在那边进行。然后也有做了宣布了，有几个地方是拉让安弗里干，那就是说不可以在那边捕鱼等等的活动，是为了要做什么呢？为了要减少。Untuk jangka masa panjang, jadi for long term, 就是说长期来讲呢, masyarakat haruslah diberi kesedaran tentang pentingnya terumbu karang. Okay, 所以呢, 社会的应该被通知, 或者是要, 被提醒关于terumbu karang 的重要性。Okay, 这个 reef 的重要性。Okay, kesedaran ini dapat diterapkan bermula dengan pendidikan di sekolah-sekolah. Di sekolah-sekolah. 等于是说，这个 kesedaran 呢，这种醒觉呢，是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应该是从学校开始，就要从小教育孩子们，我们要保护海底的生物。Okay.所以这个不对干你们有明白吗？我们去看题目咯。Okay. 17. Apakah faktor utama berlakunya ancaman dan kemusnahan terumbu karang? 第一 A， 所以要讲的是 faktor utama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 penyelam mengambil terumbu karang untuk biasa aquarium？ 是吗？是不是那些去潜水的人，他去拿了这个德鲁古嘎让去放在他们的鱼缸里面？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吗？他讲的是乌达玛哦，乌达玛就是最主要的原因。B， tumpahan minyak dan pembuangan sisa toksik ke laut， 就是说啊，海上的那个油啊和那些 toksik 是不是最主要的呢？还是说 penangkapan ikan secara berterusan 一直抓鱼抓鱼抓鱼，对，所以珊瑚坏了啊，那个有珊瑚的地方被破坏，所以藏污的地方被破坏啊，就是这个礁的地方被破坏。然后 di peristiharan kawasan tanah rizab Melayu， kawasan tanah rizab Melayu 的意思是马来人保留区， tanah rizab Melayu 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指的马来人保留区。那
那么什么是马来人保留区呢？其实在马来西亚呢，你们会看到在马路上啊的 signboard 会有写的Penjerobo akan didakwa, 对吗？ Tanah Rizab Melayu, 对吗？ Dilarang menjerobohi Tanah Rizab Melayu. Tanah Rizab Melayu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土地呢是属于马来同胞的。OK， 万一你想要去买那个土地哦，你不是马来同胞，对吧？你是买不到那个土地的，因为它是专给他们而已的。OK， 那个土的主人呐、啊，要怎么卖也好啊，他只可以卖给马来人而已，他不可以卖给华人，而且华人不可以买那个土地。OK， 所以那个是啊，达纳里扎马来语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买土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可能槟城是没有办法买土地的，因为很少。可是其他的州呢，他们的土地是很多，对不对？还没有发展的地方很多。可能你想要以后你做大老板，你要去开你的公司，要去建你的工厂等等哦，所以你要做好 survey 哦。如果那个地方啊是马来人的土地，他可能不可能卖给你的。OK， 所以要看清楚哦。Tanah Rizab Melayu 就是说马来人保留区只可以马来人买的，华人是没得买。OK，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短文到底哪一个才是它最主要的原因呢？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faktor utama 有吗？在第二段的第一行就有了 ，kegiatan manusia 才是最主要的。那么是什么呢？看第二句是说 ，tumpahan minyak dari kapal 还有 pembuangan sisa toksik。所以呢，答案是 B。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题 ，kesan akibat kemusnahan terumbu karang akan menyebabkan 什么呢？当这个terumbu karang被破坏的时候呢，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里只是讲的是kesan后果，是会造成pencemaran air di dasar laut吗？会造成水源污染吗？海底的水的污染，还是会造成kedatangan pelancong semakin kurang？会造成来这里旅行的游客会变减少吗？或者是kurangnya tangkapan ikan di laut，就是说会减少了那些鱼，因为没有鱼，最喜欢就是在那个地方繁殖，所以没有鱼了。或者是kegiatan rekreasi tidak dilakukan，所以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休闲的活动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重点在哪里，什么后果呢？你可以看的是在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这个句子吗？ Tangkapan ikan di laut semakin berkurang pada masa hadapan sekiranya terumbu karang tidak dijaga。所以答案就是什么呢？答案就是 C， 不让人家打翻一杆子老。第十九题 ，pilih pernyataan yang benar tentang pendidikan， 就好像你选哪个是最正确的 ？OK， 正确的，所以我们看 A， terumbu karang ialah rantaian makanan kehidupan laut， 对吗？所以他讲这个 terumbu karang 呢，就是海里的动物的其中一个的食物链，对不对？是啊，他都讲了，就是那个生产者嘛。OK， 所以这个食物链。然后 B， kegiatan pelancongan boleh memusnahkan terumbu karang， 有吗？就是旅游活动可以破坏这个terumbu karang，可以吗？会memusnahkan吗？其实是。没有讲很严重，如果是那些游客们啊，有很不会擅自的去破坏的话，是没有影响的。这个深夜是没有影响的。C， dukun tiruan tidak mengurangkan kemusnahan terumbu karang， 是吗？是 tidak 吗？是不对的，他们是错了。这个 dukun tiruan 的意思是想要减少terumbu karang被破坏的几率。OK。
lagi, so tidak sesuai de. Dan di bahan letupan untuk menangkap ikan bukan punca kemusnahan dan bukan sesuatu yang merosakkan terumbu karang dan lingkungan, bukan? Jadi bukan sesuai de, sesuatu yang merosakkan terumbu karang dan lingkungan, bukan? Jadi bukan sesuai de, sesuatu yang merosakkan terumbu karang dan lingkungan, bukan? Jadi bukan sesuai de,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最后一题, 就是第二题。 Bagaimanakah pendidikan di sekolah dapat menangani kemusnahan terumbu karang untuk jangka panjang? 他讲对, long term来说, 就是说长期来说, 长远来讲。 OK, 学校的教育要怎样可以帮助 不要让这些的轮布干扰被破坏呢 不要让那些珊瑚啊、水草啊等等的植物被破坏呢 A. Melalui peraturan yang ditetapkan 学校规定的规则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轮布干扰吗 好像不可思议这样的答案了 OK, 标准看 B. Memupuk kesedaran pentingnya terumbu karang 有吗 教育他们说这个terumbu karang的重要性 okay. D. Kawasan pengistiharan kawasan taman rejab laut 所以学校那边就跟他讲我们现在政府宣布了这个受保护区海洋受保护区的地方是吗 还是说 D. Menggalakkan murid-murid agar menjaga terumbu karang 教学生去照顾那些terumbu karang 就是那些不照顾 Okay, 所以在这里呢,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要讲个本地干,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短文, 在学校的话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最后一句在这边, harus diberi kesedaran tentang pentingnya terumbu karang, 所以要讲的是 它的重要性, 所以答案是 什么呢? 就是 B. Memupuk kesedaran pentingnya terumbu karang 那么现在呢 老师已经跟你们讨论完了20题 OK 那么你们现在有时间 你们可以数一数 到底20题 你们总共对了多少题呢? 有谁全对吗? OK 然后你们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不要忘了 什么呢? 等一下你们的课后重述哦 有分数拿哦 OK 算好了吗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你们可以按一个like 如果也不要忘记的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哦 因为那天我们讲了吗 要多少个人去 subscribe 啊 想一下吧 然后也不要忘了打开 subscribe 旁边的这个小铃铛哦 如果我们有 upload 任何的 video 你就会收到 notification 那么现在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Terima kasih Jumpa lagi Bye bye